首《孤勇者》送给大家，谁说站在光里才算英雄，欢迎我们小月哥。我们大家觉得好听的，我们可以一颗小星星送给西子啊。就像万里墙，坐看世事冷暖，翻开历史的画卷，安静的衣服是一天比一天好看。繁华里没有我，其实我都还不知道自己该买哪些衣服来穿了。默默点赞的我也是西西的英雄，辛苦大家给我点赞了呀，点赞真的好累的呀。我昨天我试着那个点了一下 PK 的时候，真的是有点累呢。这个点赞感谢我们蓝色青春灯牌啊，感谢大家灯牌。好的，小月哥。变成肌肉猛吸啊。下面一首鱼溪叹送给大家。不知道在哪里点双击屏幕就可以点了，大家记得关注走起来哦，关注走起来。
是我们文人听书的歌曲啊，一首《鱼溪叹》。感谢我们小月哥，感谢我们鹰眼，感谢洛河，感谢生鱼片，感谢妹，感谢赵赵一零八。是的哈，有些曲子它古筝弹出来就是好听一些，有些曲子弹出来就感觉不太合适啊。欢迎我们乾隆爷，感谢李小甜的棒棒糖，欢迎大家上午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。穷追一个梦，哦，好的好的，木木叔，我记住了。家人们，我们可以把免费的人气票一起送一送哦，大家。我们有条件的，我们也可以把付费的人气票送一送。感谢灯牌。古筝和古琴有啥区别呀？古筝和古琴最大的区别就是长得就不一样呀，对吧？古筝要稍微大一点，长一点，宽一点，古琴会小巧一些啊。然后古琴的琴弦是七弦，古筝是21弦啊。家人们，我们20万点赞，一首《十面埋伏》送给大家哦。世上青石明月百姓家，梧桐金边成玉盘。快了快了，我们马上就要20万了。感谢我们木木叔，感谢木木叔。感谢我们黑皮，家人们20万。坐看世事冷暖，翻开脸。谢谢普及，不谢不谢啊，不用谢不用谢。感谢我们虎爷人气票。我古筝是低调啊，平时的话一般是低调和基调会多一点。感谢灯牌。我们20万点赞，我们一首《十面埋伏》啊，大家点赞点起来哦。感谢我梦游的人气票。好，我好像看20万点赞了，到了。我感谢了呀，鹰眼，我感谢你了的。可能没有听见吧，冤枉啊，我很冤枉。一首《十面埋伏》送给大家。
一首《十面埋伏》送给大家，一首非常紧张刺激的感觉啊。弹琴手臂会累吗？会呀，当然会呀。其实弹琴它就跟那个健身一样哈，刚开始弹的时候手臂一定是会酸的，会酸的。但是呢，就像你比如说健身撸铁，久了以后它肌肉有了这种耐力之后就不会酸了。但如果长时间不练不弹，它又会酸了。花似水如蓝，小夜乱，一人香，只能看动作，一丢丢声音。我的小月哥。长满柳桥新诗赴风雨，秦淮河是真的花瓶哦，我之前还把它打倒过一次，打翻过一次，我的花瓶。不过那个花是假花呀。这个花假花，不然可能几天它就蔫了，它就。花清香，秦时节随夕阳。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上午来到西子的直播间，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啊。西子是一个才艺古筝主播，即将从川音的民乐系毕业。我们大家如果有喜欢西子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起来啊。西子是每天早上的10:30在直播间给大家弹曲儿听哦。总弹也是累。翻开历史的画卷，安静的沧桑，繁华一如云烟，一缕袅袅飘。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把这个人气票可以送一送，免费的人气票可以送一送。将军令我记得是我以前弹考级曲的时候的曲子了，现在都已经忘记了，忘完了，可以恢复一下。什么战台风啊，将军令啊，基本上都忘了。接下来刘珂已的该上了。对，刘珂已的歌哈，特别适合古筝来演奏的。水如蓝，小夜乱，一人香，无意相忆江南，点点秋。好的呢，那我们就出去看一下哦，出去玩一下。秦淮河岸谁人唱，一曲千古轮回又抱琵琶。琵琶曲是琵琶曲，但琵琶它是民乐呀，这个不冲突的呀，这个不冲突的哦。除非是有些比如说那种吉他曲或者是什么小提琴曲古筝弹，可能会有点奇怪啊。春秋百转恰似冬水，春又暖。泊舟向外，我找一下哦。坐看世事冷暖，翻开历史的画卷，安静的沧桑，繁华一如云烟，一缕袅袅飘散。写生单方马蹄声，他家感谢灯牌哦，感谢灯牌。泊舟向万里江，感谢我们智者送的陪伴。翻开历史的画卷，安静的沧桑，繁华一如云烟，一缕袅袅飘散。灯开歌写生声，他江山。家人们，我们可以点一波关注哟。泊舟向万里江，坐看世事冷暖，小桥流水的湖。不太好连啊，就是这种。清澈的回荡，人生寂寞当年，奈何一夜风霜，万宿不云眺江南。风月不知吹扬，啦啦啦啦啦。
Hello，我们玩一个点赞总票和尾数怎么样？点赞总票加尾数啊？点对，赞你可以打榜50吗？或者是100？也算了吧，就，点赞总票加双尾数是吗？也可以，或者输点赞，的或者，就。也可以，点赞总票加尾数吧。双尾数，双位数，可以，输的怎么玩？输的发2000，发2000是吧？好，可以，要好，重新连吗？就这一把吧，好，10分钟，你现在是多少点赞？24.5。24.5，我们是67.7。好二的。十四点五，对，67.7，好，那闭麦吧，行，还有4分钟。好的，闭麦了。四，家人们，我们点赞点起来哦，大家，点赞点起来，我们一起啊，双击这个屏幕啊，我们双击血条。玩的是点赞总票和尾数啊！大家，感谢我们小月哥哥送出的抖一号，感谢我们小月哥哥。我们双击血条，大家，我们双击血条，我们一起把点赞点起来啊！无根坠落，心如雨，宝马雕车香满。看大家都没有说话，那应该就都是在点赞了哈。我们双击这个血条，双击血，哎呦！我们双击血条，感谢我们智者的掌上明珠，手点废了，辛苦了啊！我发现点赞还是蛮累的。鹅儿雪流黄金缕，小雨。相去，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后人回首，那儿人去？我们一起把点赞点起来哦，大家。灯火阑珊处。手有点麻了。西子一起加入你们啊！西子一起加入你们，我们一起点。我们双击血条哦！欢迎梦游。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我听一下对面在说什么，我们偷听一下。先破100万，兄弟们，先破100万，现在什么都不要管，先破100万，感谢十万学生。哇，对面好嗨呀！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把点赞点起来啊！感谢我们洛河。对呀、啊，他们要破100万点赞吗？好吓人的。鹅儿雪流黄金缕，小雨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。我们还有最后30秒啊、哦，还有最后20秒啊，我们守一守，我们守一守。蓦后人回首。点赞总票和双尾数啊，家人们，我们是。还有10秒钟，家人们，我们守一守他。感谢我们小月哥。心如雨，
的嘉年华，感谢我们这这的保时捷，感谢我们洛河，感谢我们的梦友，感谢我们西子君白富上，感谢我们水滴，感谢我们穿甲，感谢我们日，感谢我们苏醒的王，感谢我们梭梭拉西是吗？感谢西子的所有家人们啊，我们点赞。有没有这个？你点了多少？35.2，现在我看我们当时是24.5，再说十一点赞，我们现在是94.4。你们好牛！然后我们双尾数，我们赢了，我们91。好，四十，兄弟们，赢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准备吃鸡腿。我来发一个，感谢大家。你看我们的运气，我们的命还是挺好的，看见没有？老爹说了，我们是有狗屎运的。哎，糟了，你名字叫啥来着？你那个菲菲。然后816。哦，对。好，怎么发呀？我没有发过，在礼物里边。然后呢，你要设置一下，别给发5分钟的秒包。然后呢，教一下我，我第一次发。在礼物里面有一个红包，你看见了吗？哦、看到了。好呢。然后你选择抖币，然后选择底下的立即领取，然后点最底下的那个2000。好。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发了。抢8个。好了。我们吃完鸡腿，我们走了啊！好，拜拜！谢谢你的鸡腿，拜拜！啊，我是用这个小号过去发的，你去发啦！感谢我们一言啊！抢2个，众里寻大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抢9个，过不去，为什么过不去啊？灯火阑珊处，哇，我这个一发，这么多人过来关注我的小号吗？大家，拂红笑声动，与虎光。欢迎我们小二哥啊！一夜雨龙。我大号发不了，大号的话，大号如果我去他直播间发的话，我这个直播就被关了，就挤出去了，所以我只能用这个小号去发。好，我们下面一首《蓝香剑》送给大家。枫叶繁花前。